他去潜水，马上报纸上就来一篇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整这个几乎占掉一半版。哦，上面写出水芙蓉，对怪怪，哎呀，太美丽，美人鱼一样。结果我就跟那个王主说了。民生报、啊，那个大记者，哎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主持人奇怪，那我天天潜水，你怎么不给我们登？那你这要怎么登呢、啊？是忍者龟，大哥、啊，您的篇幅要超过他了。哎呀，唯一的新闻只有一个，哎呦，发生意外。哎，我们说到哪里了？哎，该您来赞美他了，赞美。我赞美，希望能够有点音乐，音乐。哎，我们请他们啊放一下音乐。来配合一下气氛，林青霞的小姐，这是干嘛？要掐笨手了、嗯？少女的祈祷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是倒垃圾用的，导播的问题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搞的，啊，那、这个，来吧，林青霞小姐，她的美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对，你看她那细如牵丝的秀发，盈盈若水的眼神。真是玲珑剔透，巧夺天工。请用淄博表。哎，怎么会变成淄博表了呢？大哥，飞哥用广告词嘛？对呀、啊，都是偷来的。飞哥，这开玩笑，你们的意思那是我是抄人家的，你是抄人家的。是广告是抄了这些词去用，那不然你行吗？那你来一段，大哥，对不对？亮哥，你是亮哥、好，音乐换一下，这种音乐不够了，我是希望有点古典的音乐。古典，我们形容这个林青霞小姐要用一点文学的根底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请用雷巴露化妆系列。迫不及待为您介绍这位巨星中的巨星，一起来欢迎林青霞小姐。很好，大家好。我想你们四位要怎么整我？哎呦，所以你看，主持人要好好检讨。嗯、所以大哥、你要注意您的形象了、一般电视上看起来好像这个主持人大部分都喜欢损人的、那开玩笑那也是要看看什么对象、你们不会的、我们不敢、谢谢哪里敢造次，听说那我就放心了。今天青霞要到我们节目里面来啊、我们四个主持人大家已经是个雀跃不已、真是蓬荜生辉的，能够在现场一睹您的迷人的风采，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三生有幸，祖上积德。对啊，就是祖上积德才能跟他在一起啊，一起工作、不容易啊。飞哥，我那边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跟青霞姐握个手。哎呀，闲闲素手，太棒了，听不懂是不是？闲闲素手，他的手是什么有咸味的？闲对，就是青霞姐，我真是对她十分的仰慕、她可以说是这个男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，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典范。所有的女孩子呢，到这个美容院都说，我要林青霞的鼻子，我要她的下巴，还有对她的发型、对她的发型，她穿的服装啊，都是流行的趋势、对，尤其青霞姐是百看不厌，气质真的是太清新脱俗啦。被夸了这么多，真不好意思。这是没办法，因为小桃子身上所没有的优点，在您身上都看到了。亮哥，你一定要强调吗？这年轻人很有前途，对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亮哥，我他都说不出话，说不出话来了，我那边握个手，好紧张，哎呀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我终于了了多年的心愿了。你们马来西亚人也认识林青霞？对呀、以前青霞姐姐的电影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风靡一时，哎呦，真的有时候啊，同样的电影院呢、几家同时都上演他的电影。今天讲话怎么搞的？太爸爸来了，从来没有这样。对，林青霞打林青霞，再打林青霞。但是真的是这样子。这个应该叫怎么形容？他们我听据我知道，林青霞不止在我们台湾、香港。对，所以像雾气先生证明，在新马地、亚洲地区都很受欢迎。人家讲说这个美国有漂亮的布鲁克什么雪德牛肉丝的。青霞嘛，是不是真的是您是美的代表，但是有你们两个人这种赞美的方式，就显得他们你们两个太讲的太白话了、太白话，而且不够有学问。赞美这种美女，飞哥您来啊，大哥啊，对，这个出口成章，要诗词的涵养，对，气质。飞哥，青霞，您看我这个袖子，这个很壮。对呀。我知道你，又滑水又游泳，是吧？我们也是常常去滑水，卷起来更壮。
常常去划水、啊、他去潜水马上报纸上就来一篇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整这个几乎占掉一半版哦，上面写出水芙蓉，对对对，哎呀太美丽，美人鱼一样，结果我就跟那个王主说了，民生报、啊、那个大记者，哎，我就说，哎呀，主持人奇怪，那我天天潜水，你怎么不给我们登？那你这要怎么登呢、啊？是忍者龟，大哥、啊，您的篇幅要超过他了。哎呀，唯一的新闻只有一个，哎呦，发生意外。哎，我们说到哪里了？哎，该您来赞美他了，赞美。我赞美，希望能够有点音乐，音乐。哦、哎，我们请他们啊放一下音乐。来配合一下气氛，林青霞的小姐，这是干嘛？要掐笨手了、嗯？少女的祈祷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是倒垃圾用的，导播的问题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搞的。哎呀，这个来吧，林青霞小姐，她的美是笔墨难以形容。对，你看她那细如牵丝的秀发，盈盈若水的眼神。真是玲珑剔透，巧夺天工。请用淄博表。哎，怎么会变成淄博表了呢？大哥，飞哥用广告词嘛？对呀、啊，那是偷来的，飞哥。这开玩笑，你们的意思那是我是抄人家的，你是抄人家的。是广告是抄了这些词去用，那不然你行吗？那你来一段，大哥，对不对？亮哥，你是亮哥、嗯，好，音乐换一下，这种音乐不够了，我是希望有点古典的音乐。古典。我们形容这个林青霞小姐要用一点文学的根底。嗯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请用雷巴露化妆系列。你这也是广告的吗？哎，你们能不能自己发明一个词儿啊？哎，对啊，飞哥自己发明一下，那就难听了。算了算了。刚刚在还没上台访问的时候，嚯、哦，他还知道说，哎，怎么可以用这种厂牌呢？本来我们用的还不只是这些、啊、嗯，还有什么呢飞哥，腰部以下全部透明啊、嗯、请用蕾丝丝裤袜，哦这裤袜不太好了，这有损我的形象。他后来又补了一句啊，又补了，哎，用牛奶的词句就可以了、哎、对对对对，我就一直想用什么奶粉呢。S26 而且到现在为止、嗯、都没有机会让他讲话，哎对对对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，是吧，来麻烦您讲话，请问。哎，请问啊，我回答你们问题好了。哎，一般这个我们知道青霞在摄影棚出现呢，我相信应该是有新片要出现。嗯、哎，是电影要上。新片电影倒是没有。嗯，我最近我改变一个很不同的方式，演戏方式。嗯，跟以前都不一样。嗯、哎，这个在我据我知道的据资料显示呢、嗯，这一次又是一个很大胆的新的尝试。对对对对，对于青霞来说又是一项突破。哇、哦。啊对，在他个人来说是一小步，在亚洲人来说是一大步一大步了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您做了些什么？